大家好，我是蓝烟，欢迎收看蓝烟解说《三国杀国战》。咱们出来冒一个泡，看一下视频吧。大嘴的录像就不在这里放了，你先大嘴，大嘴绝对是国战第一神将，就看你怎么用了。我们第一盘百度专区，是魁州玩家提供的，咱们作为四号位选两个诸葛亮可以啊，不过有这个小诸葛毕竟烦人，老是在问你是否无懈可击，是否看破，上来就出两个位啊。没闪，你还要远程进攻，还兵用知己知彼，看一下怎么就打无懈呢，完全没看懂咱们在打的什么，估计是手残，我真没看懂咱们打的什么。去拆国家去了，这个时候不要杀国家。我觉得五号位这又一个位啊，回合开始啊，还杀二张，更加作死的是位，太逼了。谁来与我大战300回合？好慌，确实好慌。顺手牵羊看破，这时你还，我觉得我们有点过于谨慎了，明显已经出三个位了，救啊，有啥就救啊，怎么还不救啊？打得过？终究老矣。难道说我们没有判断出来这些人是什么身份？出来混，早晚要还的。问题是回合开始，回合开始有老诸葛，然后。还有我们那蜀国另外一个那刘备的老婆叫什么去呢？甘夫人，然后掉血状态的孙坚，还真进啊！回合开始，一个回合开始，你的计谋被识破，吓得咱们赶紧无限的亮。你这明显的回合开始又进了，还打国家？国家怂了，打无限了。这不怂啊，你这么多队友你还怂、啊、乐不思蜀。怎么直接说这牌很一般，打国家我觉得怎么不适合打国家，打国家越打魏国越强，国家有桃你就分那当然去救你啊，还能屯田，赶紧拆了连弩啊。他要击鼓于此吧，以制四方。我真机落神的时候，他还得屯田去杀国家。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？挣扎吧，都是在血案的深渊里。那这个时候居然不刷亮，我就没搞明白周瑜和小乔为什么不刷亮。仿佛兮若青云之吾乃击鼓于此，真机啊，真机，以制四方，天命留得良田在，击鼓于此不破敌，以制四方，吾乃击鼓于此，他一手的牌全以制四方，被逃啊，我们这个逃肯定是保不了呢。曹操啊，去不要先顺手啊，你留这个顺手、哦、不知道一路神是不是我是好像看到他落神是有一个顺手牵羊的，你顺手牵羊不先用吗？不管他是什么牌，你顺手牵羊不先用吗？拔掉他手牌，等会有的是人砍他。然后国家，你看你打，你打着打着，国家直接给你回满了。谁占到先机？啊，还是谁就胜了？还给位啊？谁占到先机？看看谁就胜了。所有的牌全部顺掉，包括。不要先去杀孙策，他不亮你有可能是周泰，那刀肯定砍一刀砍上周瑜啊，你把周瑜的什么白银啊解银马全部给他顺掉。给咱们补吧，还是给小乔，小乔不亮就没法了，我们自己先行看一遍。咱们这个一旦老是不想给别人，还是不想，当然冠师傅不能拿，我就是邓艾的夏侯惇刚他，这有什么？这有什么？他总要来的，
他前面觉得你就应该跟他。留得良田在，何愁不破敌？感觉打得太烂了，这。然后人家还去打周泰，打诸葛亮，这个时候周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打死你，这个打诸葛亮是见血的。嗯，而且我前面不明白邓艾为什么你老留着田干嘛，给自己攒装备，还开南门击鼓于此，这么用的以至四方是吧，再打老诸葛何愁不破敌，然后一开始刚你们的血不值钱，如果你们好你随便玩，但是最关键的是你们魏国好像并谁占到先机谁就胜了，然后可能又把田契只能当解一马用了，没牌给你用。嗯，孙策实在不行你就去拆人吧，然后一直我怎么也没选择说给他看破，击鼓于此，再出了一手，以至四方。判个判吧，判也可以掉一血，这打得国家直接补牌。你看你八卦，你八卦判了国家一个桃子。走吧，刚他，闪就闪。这个时候绝对保住，你们到了这个时候已经那，嗯。怎么拿这么多桃、啊、先过个留得良田在何愁不破敌，我们自己无中生有一下又被无限，这时候桃子没杀掉你就去火烧两个桃，就说你这个时候吃两个桃确实你能拖一下燃烧吧，但是拖下去是给别人机会，你看你如果你拖了这一下的话，你拖了这一下的话，下一回合像曹操他们摸牌的我来逃都逃乱了，已经过河拆桥。我们为什么不去拆三件刀啊，这三件刀可能要你的命啊，你见你不会都打出去吗，还不够，那我们果然是挨了三件刀，最后不信邪啊，你的计谋被识破了，嗯，果断先不让他干。其实我们上回合，再扒着几下，魏国牌就完了。魏国，你看过山车一般，过山车一般，你要多顺有多顺，结果打到最后，就自己把王崩了。我们刚好给自己打的，这都不是看着他把刀啊。其实如果是我肯定顺刀呢，此火可助我军大破全胜，什么刚刚我们这把刀只是说临时用一下，如果曹操对他去杀孙策杀中之后三千刀把你拖死你就没命了，然后单挑再他过谁啊，他蛮入侵啊，绝不会倒下呢，那是人品好了一辈子，不错，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当然他拔草们怎么也空城，他也只好不拔了。其实前面魏国打得很有问题啊，这盘路线是什么已经打不开呢，不看就不看吧，可能是很久以前的录像版本太低了，版本太低是录像是很久以前的了。嗯，当然对于我这里来讲，我这视频应该是录像都是近15天的内线，为什么不会超过5天。嗯，算了，有人打逃跑打得好，等会要你吃菜你就哭瞎了，自己那么多输出打成一个逃跑的人上值不值得，有些人吃饱了老天不住我冤家呀，喜欢干这种损人不利己的事，大嘴干嘛逃跑，大嘴这么神的叫你也逃跑。嗯，如果你要抢个少量不忙一下吗，我觉得可以忙一下下家，
咱们，我刚想说咱们吃个桃过就得了，不，好心人给咱们开了个桃园，就挂个加一码过就行了。当然你可以挂个减一码，要我的话我就挂一加一码过了，牌又不易出。嗯，没有大嘴，咱们就放心打打的。但是没你开过万年啊。不过你还在无中生有，砍朝下家砍一刀。天文地理，丞相所教，铭记于心。我一看不对，这人你现在去，你去无懈不是早打吗？挑小娃娃，乳臭未干。挑他，还涨粉。这四号位真是不识趣，看你多不识趣。张和自己逃打，我只能讲给自己给罗个人王盾或者骑马吧，不识数就没直接弃牌呢，挺行的。吾乃河北上将来我等是民间出身，这哪里可逃，忍不了。河北上将文丑学，你前面你就应该让他穿了得了，他明显已经判了双雄，肯定是你扛不住了，没得救。快来与我等决一下之痛，吾乃河北上将文丑学。结果都完蛋，也行，我死了。啊！啊！不能，一人一个。但是颜良好的话，你这么打，前面既然决定要打死老诸葛，那就不应该去穿心他。你这么打的话，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啊？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有，咱们。反正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操作。哎，想想，啊，想想怎么可以随便虐他们？咱们两个足够呢，他们两个，咱们两个看谁扛得住谁呀、啊？有啥？谁能挡我？大军压境，还不卸甲受降？还让别人去装备，直接刷量得了。请鞭笞我马虎，攻击在所不辞。然后，你一旦去，我们去拆吕布的，神呢？没必要拆他。你别动了，一杀，然后留着，不要吃桃。我之所以说不吃桃，就是想给香香留的。就拿去了，对。然后咱们没选择挂黑色的加一码，要我肯定挂黑色的。一拆再拆，解锁。有几个属性伤啊？还有桃，解锁，这九属性伤结束了，差不多。全部扔了吧，扔来扔去，没什么牌呢。想想只需要给我们来就行啊。当然如果有二杀牌直接结束嘛，然后最好。所以说，那个颜良打得很有问题。我都不知道你颜良你干嘛那么打。路线还真打不开，不是我不愿意，是实在没办法。得，咱们就看下一把。九区啊，化学功夫有负。咱们看咱们的颜良是怎么发挥的。越境先量为境。一杀寒冰啊。这二号位不管是不是位都要找，都要找点血拼呢。我们直接挂两装备，丢一张杀过了。这蓝蛮作为大杀器，绝对不要这么早就开出去，尤其是有假血。肯定在关键时候，等他们都残血的时候，他们放大放蓝蛮开绝斗。都看了谁？看谁朝下家砍？证明你们两个是队友吗？你这有必要把自己队友都暴露吗？然后去杀越当敌至绝，
你有遗失，那我就不杀月君，那我就杀五号位，不管他是什么身份。奋强突顾，无坚不可陷，全都去死吧。是怎么的假血没法亮了，居然出了一个大嘴，这是个很大的败笔啊，因为大嘴在前面开路啊。弓箭手准备放箭，这怎么就尴尬了，他们都变成一血了，各种看样子各种没有喂过，削他吗？不削呢。嗯，这边抛一下吧。嗯，这里的话咱们可以考虑，可以考虑双量呢，吃个桃，赶紧的吃桃。曹红还真是，还真是，有想法的人，这个确实是有想法，咱们直接双量。嗯，交给你了。哦，我估计咱们要，咱们各出人头嘛。谁敢领你到无尽？哎，杀还不让路吗？这个时候我们直接跟他蛮下去，各种装置不放，哇！我那他为什么会有上路？嗯，咱们先打那个吧，就先打小红，再打关羽。嗯，杀大侠也行。咱们有要砸脚了，因为这很难过，这很难连赢连不到杀。不过咱们人品比他稍微好那么一丢丢吧。要不然怎么找关羽，那你还带一个脚费，怎么是完全砸脚把自己给玩杀的。大侠你在猜什么，没睡醒啊，赶紧猜的雌性双股剑呗，你调戏你致死还不够。木桃跟木桃可以，你只要木杀不木杀就行。我等杀魔，那个挑衅剑黑对子可以射。九杀，忍住。看你们玩的那么嗨，我觉得咱们这个那个乱舞，这人生中最闪光的时刻就是那个乱舞，看他们相互自相残杀。嗯，没数过也不用看数过，从头往后看吧。看到哪里是哪里啊，这选草皮地点吧。三七八句啊，我爱小严这个玩家提供的骑士手牌，怎么感觉怎么又爆了。嗯，被想想抢了个手呢，就怎么就不亮得呢。带末将布下宜城以退曹贼。嗯，其实我觉得徐胜可以考虑不闪，之所以可以考虑不闪，就是因为等会他得来你，你自己浪费。吾乃儒雅之士，不须与诸将争功，小戏沉舟。嗯，对啊，不怀好意啊。天下苍生，小戏沧州画戟同心愿，方可戮力。小戏沉舟，难吗？同心，方可戮力。很嗨呢。可惜没逃啊！为天下苍生，小戏沉舟，化同心愿，方可戮力。我觉得这怎么杀就杀，算了，没必要杀。为天下苍生，自当化解思怨。我就不怕死，就尽管放马过来。要我就索性杀他啊！天下苍生，自当化解思怨。怎么不过？小戏天下苍生，同心自当化力思怨。我们果断不怂啊，你不让我们好过，我们也不让你好过。如果你不拿出一点气势过来，承诺我劝你，如果你不拿出这种
这种气势可能你迟早迟早是你一定有那种和他拼命的精神，要不然的话你每次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时候，巨人在后面恶心你，你还不如来的下狠手啊。吴国明显当时已经是三个人了，你还在那里说吴起，还、啊、我们不杀吴，那汉北哥很恶心我们吗？不过现在怎么安全呢？不怕死，好坚决，跟关师傅怎么样？一定要给自己留盘，不要下手太黑了。带末将布下宜城，不是什么好贼，早睡早起，还有团子，真是无国也多，会野人不少。不怕死，就尽管放马过来。天下苍生，带末将布下宜城，国人也不错。曹贼，没事啊，这次可不是什么好技能。怎么不能让皇阿玉地位不保？怎么撸呢？还是撸给陆逊比个实在，怎么知书上礼守纲常，小戏沉舟。他如果方可入位，天下苍生，小戏沉舟，同愿方可天下苍生，小戏沉舟，同愿方可入力。咱们酒也好有了，铁锁也有了，这可怜一生胆略，还是我的，为天下苍生，我自当化险思怨。结果怎么顺了一道神牌？我只能讲，衣服都惯了。居然我没想到，居然不救，放走了，不会告诉我一手的黑呀、啊？为天下苍生，自当化解思怨。都有呢，换连弩吧。朝后砍，都不救吗？结果打碎恐龙，这就神奇了。那个也不如水，然后奈何奈何。行了，这次我们撤有点早。同心方可努力，不要再给驼中忘西，咱们桃子已经多的用不完，不要。天下苍生。自当小戏沉舟，实在不行方可陆地，我们拿掉驼子就是救不过来呢。驼子暂时不要杀他，他显得是张角啊，还是我的雷公助我七呢。你还给他汪戏吧，明显的是驼最难受，这已经很明显了。当时谁这手势也改换的时候，这群雄也好，吴国也好，只是咱们的一盘小菜而已，真只是咱们的一盘小菜。可以无老忘戏，我觉得被方面了，一切都结束了，每一个人太爽了。然后咱们的视频就录到这里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